化分局于113年7月16日1:18许接获报案，在和平西路三段芦洲街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。经本分局同仁到场了解，查证为行人方圆至芦洲街北往南违规穿越和平西路，遭黄员驾驶自小客至和平西路东往西行驶撞击而肇事，伤者昏迷送台大医院急救。本案汽车驾驶经警方检测未有酒驾情形，万华分局呼吁用路人应遵守交通规则，勿违规穿越马路，以确保交通安全。